各位 Voucher 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晴。我去过香港，然后新加坡，然后上海、日本、韩国。那在亚洲地区国家，其实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新加坡，因为他们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环境上面来讲，然后空气上面来讲，其实看不到一点的垃圾，然后自然也非常的好，这是我喜欢他们的原因。那我将来之后想要去的就是法国巴黎，因为法国巴黎他们的甜点都非常的著名，然后也非常的多各式各样的甜点，然后我个人呢就是非常喜欢吃甜点，会比较想要去那边看一看走一走，而且感觉那边的风情就是非常的浪漫。接下来假如想要去旅游的话，现在可以去日本的北海道，因为他们现在有薰衣草季，然后可以去那边赏花，然后去看一下风景，还蛮美的。想看更多精彩的内容，请锁定11月号 Voucher。